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德。又到了一月一期与潜水的观众们相会的时间，还是惯例稍微碎嘴一下，因为都必须要等相关数据平台整理出来，所以一般也都快不了。本次做了一些小调整，删减并加入其他款游戏，像是幻塔跟 Niki 这几款有台服也有国际服，那就一并列入排名，方便各位观察国际走势。然后中日韩的热门游戏也拉到了20名。至于有人还是会问为什么没有叉叉游戏啊，这真是个好问题呢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就开始吧。
感谢各位耐心看到这里，如果没意外的话，下一次这系列就是明年见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冰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